岑丽香自从三月生完 B 之后，就专心留喺屋企度照顾 B B， 呢日就终于现身出席活动啦。不过原来佢话都未算系正式复工噶，因为未拎到老公嘅批准啊。未敢讲，未够胆讲呢个话题。其实好期待再出嚟做嘢啦，因为唞咗咁耐，咁今日起身去化妆 set 头嘅时候，成个感觉翻嚟，即系开头。離開屋企咧有啲唔捨得嘅，想摸 B B 多一次，聞佢個 B B 香多一次嘅。但係咧去到嘅化妝間嘅時候咧，突然間好似好期待同埋好開心翻嚟做嘢。見香香都收身得差唔多啦，應該都算做好復出嘅準備啦。差唔多，仲有幾磅，但係都好開心，因為啲牛仔褲都著得翻，最後嗰粒紐都扣得翻，逼咗少少啫，不過。最紧要就得翻，凑咗两个月 B， 而家系咪都好得心应手先？又未至于好熟手嘅，即系每日都好似学紧新嘢咁样啦。但系好感恩，因为呢个阶段即系自己都做咗妈妈啦，就发现原来做妈妈系咁伟大，好大牺牲。因为我妈妈都其实喺香港帮到我好多嘅，咁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多谢翻佢先啦。